Thank you.
嗨，大家早安！我现在已经吃完早餐加午餐吧，然后我等一下下午要上山去报告，顺便开会。然后我现在想说，我先去拿一下包裹。嗨 ，Hey, all right. Yeah, can I get a parcel? Yes. Number? Parcel number 69. Okay, well done. There you go. Thank you. Thanks a lot. Cheers. 噔噔。这个是超大的，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，我就只知道大概会是什么。哇，里面有一个箱子，这什么啊？好神秘哦。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看起来太厉害了吧！这个，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品牌吗？来开箱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噔噔 ！Oh my god！ 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惊人哦！天哪，我除了这盒之外，他还寄了一些东西。这个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烫金，就是可以刻字化，把自己的名字烫在上面，然后下面还可以增加一句话。打开，哇塞，这个质感也太好了吧！它这里是那种有点雾面的那种质感，然后这里贴了一层膜。大家看这个字是什么 ？Audrey。然后其实我写什么忘记了 ，It's time to shine。那把这个膜撕下来是什么质感？哦，是有点像皮的那种感觉。那我现在就来试套看看。其实我现在用的这个壳是 iPhone 原厂的。那我此生最推荐的两种壳，一个就是 iPhone 的，另外一个就是犀牛盾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是用犀牛盾，它其实就这种防摔手机壳的价钱来说，它算是超级便宜。好，我们来装装看，很好装哎、欸，噔噔噔噔，这个我好喜欢，而且我觉得它好温柔的感觉。来试装别的，好，那我们来开这一盒。其实我最原始就是买这一种，我大学的时候是买这一种。这种就是它就只有外面那一圈，然后它没有后面没有背板。可是它现在进步到就是你可以装背板，而且就是随意搭配，就是它的这一个。那我们先挑黑色，它其实这一种我觉得就很好用，就是很不容易摔伤，不容易摔掉它。那我来搭配他们的这个好了。噔噔，长这样。然后后面这里是多加一个，那这个是做什么的呢？它是用来装这个镜头的。大家看这个，它的 size 比平常的那种广角再更小。然后它还附了一个可以装的袋子。它的用法就是把后面这个拔开，然后把它卡在我的手机上面。我转上去了。我觉得这超方便，因为它就自己帮你对好，就是对在正中间。因为我传统我是用那种假的嘛，它是卡住，然后旋转把它转紧，所以它这样就拔掉了。因为它看，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就是一个横，所以它如果放进去，然后把它旋转，它就放上去了。我看看它的画质，因为有些广角装上去之后，它画质会变。嗯，这个几乎没有变，而且它还蛮广的。噔噔，大家看。广吗？广吗？广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换来试装背板，我再把这个拆掉。大家有发现这个也是有写我的名字吗？而且这个是好像是大理石的背板，我觉得也超级美。我觉得它真的很酷哎，就是它现在是连你的背板你都可以就是随心情换，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哎。他这次给我三个，他让我选三个，然后我就选了这三个，因为我觉得超级可爱。我选了第一个是。牛肉，
然后第二个是黑色大理石，第三个是这种金币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。那我们来试戴看看。OK， 装好之后就长这样子，就是那种最正常的那种大理石。哦，好漂亮哦！而且重点还是防摔，嗯，喜欢。我想要换这个牛肉，我觉得这次好好笑。我要放这个和牛，我觉得好像要配红色好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它这样子就可以用嘛？所以我们如果要用之前，要先把它这个拿起来，因为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要装背板，它会在这里的，要记得拿起来。我那个时候第一眼看中就看中这个和牛，因为我觉得超级可爱，就是我一直很想要有这种很有点猎奇风格的东西。这样装上去，我整只手机都是红的，还蛮合的耶，就是整只都红色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但大家可能会对我的手机壳感到非常好奇。我还蛮喜欢这个的，好酷哦！这样我以后会有选择障碍，就是不知道带哪一个出门。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我把三个都试，然后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个。我把金币装在黄色的上面，大家不觉得黄色的超可爱的吗？哦，叮叮。然后自己写了一个 insert coins， 我就觉得超级可爱，好可爱哟！这个我也喜欢。好，那我最后还是就是放上我这个，就是我的个人化的烫印的手机壳，这个好像是他们最新的服务。那我觉得我这一次真的是超级喜欢的，谢谢犀牛盾。就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是真的买一个你就可以用超级久，因为真的是超级耐摔，就是我之前常常这样啪下去都没有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就他们个人化的这种质感我觉得非常好，所以如果你们刚好最近有什么要送礼啊的困扰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用这种个人化的手机壳，它除了超级有质感，而且又真的很实用。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我再把折扣码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去参考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几点？一点。我可能在家里写一下作业，然后等下要上山去报告。就这样，等下见，拜拜。好，那我现在准备要出门上山去报告。喂，哎，你现在是？
现在十点啊，还有一份作业明天要交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先努力啦。啊，刚才是很摇摇。啊？刚才地震很摇吗？很摇哦，今天地震很摇。好可怕！所以是七。哇，一直摇，像九二一这样，可是没有九二一摇那么久。忘记拿钥匙，很严重。到家了，然后我现在真的是超级宇宙饿，所以我刚才就去买了珍珠奶茶。然后我在买珍奶的时候遇到我朋友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去超市买寿司，然后他说哦好，那我就跟他去看一看。然后他就推荐我买这个，他是说这个寿司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想说买来吃吃看。我好像来英国之后还没有吃过日式料理，所以我想说可以试试。真的超饿的，我天啊！它里面是好像有洛梨跟鲑鱼吧？哇！洛梨加鲑鱼一定超好吃，噔噔！啊，他去做料理来了，做鱼丸也在看，爱经营公司，我准备变什么出头？这个
最好吃的东西。好美。嗯。I have a latte, please. Latte, tapioca, take away. Take away. A large, medium. Grande. Grande. 嗨，大家，我到家了。我刚才早上跟娜娜去换钱，然后顺便买了一下早餐，因为今天有一个2500字报告的 deadline， 然后我还没有写完，所以今天要闭关一下。啊，我点了一个马芬堡，很久没有吃马芬堡，所以想说可以吃一下。好小一个哦，超级扁的耶！就继续写报告咯。又饿了，所以我想说把剩下的司康拿来做一做，吃个下午茶。写完了啊！
注意写完了，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开心。我从今天一大早外面还是亮的，写到现在已经晚上10点都快11点了。然后我今天就是吃了那个麦当劳司康，然后就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超级饿。然后可能就随便找个东西来吃一下，然后就要开始收行李，因为明天要出去玩。我们已经开始放了那个 Easter break， 所以我先去找东西，然后就要赶快收行李，然后还想要擦一下指甲油。交了作业就是海阔天空，好吗？现在已经凌晨1点，然后我还没有洗澡，你还没有收行李，所以要先跟大家说拜拜，因为我要来整理，我要先去洗澡，然后要整理一下行李，因为明天就要出去玩。好，我刚才把我们与恶的距离2集全部都看完了，很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剧，我觉得它里面探讨的东西真的，我觉得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，就它只有10集，可是它每一集都很扣人心弦，然后我刚才就是最后一集就爆哭，因为真的是太感动了，就是有一种啊、哦、的那种，我不知道哪里形容，就是那种，好了，我好算，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好好的看这部剧，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想要传达的意思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跟有意义，也很值得大家去思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里。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